我们现在去古镇走一走。没看到路。我们到了川沙古镇，这两排的房子。其他地方也是两排。它跟那个邵家楼啊，还有朱家角的古镇不太一样，因为两边都是店，没有摆摊出来的。今天人比较多。一样的，我可以到24米开的。就是饭店特别多。不是那种小吃店，是大概上海的本帮菜。这里面还有住家的，在这儿走一走。我比较喜欢啊，这个这是什么？檀香木的盒，梳妆架。如意算盘。可以淘到想要的东西，但是有些东西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虽然喜欢，走吧。现在没有人唱。估计因为疫情期间开的店不是很多。卖书，就是卖那个。你咋都全部串过去？木头，这个是放茶的，黑的。其实我很喜欢这种。上次去武夷山的时候，我就看中了一个。进去的时候，闻那个木头特别香，但是我后来还是没买，因为买好了就不知道放家里放在哪里，我又觉得家里面东西太多。吉祥陶艺，过来坐。这基本吃的比较多，然后房子嘛都是比较古建筑的，但是和其他别的古镇还不太一样。
他没有摆路边摊的，都是在店里面。